雷姐，那有个人被欺负了。多管什么闲事，给我滚！今天这事我管定了。你多管闲事，也不会有人给你加我爱心的。我相信会有的。走，干他！先暂停一下，因为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瘦身变美的产品。就是这一款果眼复合液，它里面呢有49条，有42条呢是冲泡的，有7只是直接喝的。它这个的话，哺乳期、孕期、男女老少都可以喝的。它这个的话酸酸甜甜的，有点像酸奶的味道。如果想要变瘦变美的都可以去买它。我以前的话是96斤，现在已经瘦到了82斤。好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现在进入主题。